Oh.
唔係求受人服侍，乃求服侍弟兄姊妹。求你教導教會嘅聖職人員以同樣嘅精神，繼續基督嘅使命，熱誠服務，並且恆心祈禱。因你嘅聖職，你嘅主耶穌基督，佢同你合聖神嘅唯一嘅天主永生永王。阿門。各位請坐。而家我哋開始聆聽上主嘅聖言。第一篇讀經，記述中途船派司德俄等七位執事照顧教會中有特別需要嘅人。彼得書第二章。这番话得到全体的悦服。
遇信友各尽奇迹，以见算基督嘅身体。
Thank you.
在你和我哋嘅亲人啦、好朋友啦、死党啦，佢哋即将领受执事圣职，可以大家一齐去反思一下，佢哋将会领受点样嘅职务？佢哋靠住圣神嘅力量。嘅恩宠，让你得力。佢哋要喺宣道、圣祭同埋爱德嘅事务上，特别爱德事务上，弟兄姊妹，协助主教，同埋从属于主教嘅事务中，为人民服务，成为众人嘅公道。佢哋将会服务祭坛，宣道福音。预备奉献的礼物，为信友分送主的圣礼圣愿。另外，他们还要按照主教的指示，向不认识天主的人去宣扬圣道，特别以你们的身体为主，帮助信友加深信仰，主持祈祷，施行圣洗圣事。你哋會見證同埋祝福婚姻，特別為臨終嘅兄弟姊妹去送臨終聖禮，主持臨終儀式。佢哋即將經營接著由祝福前下來放手禮，預備祝聖，並且用祭台結下不解之緣，所以就要以主教或者堂區主任先到名。努力去从事爱德的工作，他们会仰赖天主的作用，无边的一切事上尽量去谨慎行事，等人看到他们真的是基督的门徒，因为基督降生成人就是为了服务而为接受。三位将会正领受执事圣职的领袖，我而家好特别同你讲几句说话。基督既然佢哋立下咗榜样，都让你哋要继续去做，朝住去做。你哋就要全心去承认天主的旨意，喺爱德之中，好愉快咁样为人去服务。再遇到服侍天主一樣，的確一個人能夠係侍奉兩個主人，所以你哋要仔細去分辨，將一切不義嘅事情、貪婪嘅行為，都要視作偶像崇拜，加以厭倦。我想特別講一點佛話，喺我哋嚟緊嘅我哋嘅國語同埋教會。特別係要執事嘅職務係服務嘅職務，教導係最重要嘅服務。當然你哋都會有教導你啊嗰啲啦，都好重要嘅。記得你服務嘅心，你哋既然自願接受執事聖職，就應該如同當日中堂所簡述嘅愛德服務現場一樣。有良好的聖樂，充滿聖神和智慧。那你們還要聖神合作，多點聆聽聖神。你們就要以獨身的身份履行你們的職務，因為獨身的身份是牧靈愛德標記和激勵，同時都是引入世界，世界充滿了生機的特殊處遇。你們會因著身為主基督所居世，都要鼓勵你們是甘願地以獨身的方式去生，就是將自己奉獻給基督，全身與基督結合，更加自由地為天主動人服務，更加能夠無牽無掛地去推薦基督教授同埋重生人民嘅幫助，的確係喺你萬眾嘅需要裏面，你會
哋不僅係福音嘅聆聽者，而且係福音嘅傳播者。自己唔好對福音失望。我知有時我哋會去教會，去某啲一定到人生，但唔好對福音失望。你哋要以純潔嘅良心，保住信德嘅旺盛，並且要以行動去彰顯你哋所宣講嘅天主聖潔，使基督之民靠住聖神嘅活力，成為天主喜悅嘅純潔祭物。到時希望你哋今日同埋天主相會嘅時候，能夠聽到佢對你話。忠信善良的仆人，请你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。我亲爱的三位兄弟，在领受执事圣殿之前，你们应该在大家面前表明你们接受一项职务的意愿。你哋係咪願意接著我嘅防守禮同埋聖神嘅恩寵，被祝福為教會嘅聖職人員？我願意。你哋係咪願意成為願意為咗幫助主教和佢嘅使徒團，並為咗基督嘅信眾嘅利益，謙信咁樣熱誠咁樣去履行執事嘅職務啊？我願意。你哋係咪願意同？好似聖保羅中堂所講嘅，以純潔嘅良心保存信德嘅旺盛，亦都按照福音嘅教導同教會嘅傳統，以言以行去宣揚呢個信德。我願意。你哋係咪願意一心一意嘅將自己獻俾主基督，為咗天國忠心去信守獨身嘅志願，去侍奉天主、服務人民？我願意。你哋係咪願意信守並且加強適合你哋生活方式嘅祈禱精神，而且按照你哋嘅崗位，以同樣嘅精神去聯合全體天主子民，並且為我哋全世界嘅得救，忠誠去履行佢哋嘅重任？我願意。你將佢製作上服務基督嘅聖體聖血，你哋願意使自己嘅生活一日比一日更加似似基督嗎？靠天主的助佑，我願意。你咪認佢。尊敬和服從我和我的繼任，我應許。接著你身上開始了的美好工作都願展住完成。你咪應許尊敬和服從我和我的繼任，我應許。在你身上開始做美好工作，都要堅持完成。你咪應許尊敬服從我和繼任啊！我應許。堅持你身上開始做美好工作，都要堅持完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天主既然拣选咗你三位弟兄接受咗执事圣殿，也让我哋祈求全能嘅天主圣父，仁慈咁样赐予佢哋丰厚嘅恩宠同埋福德，请。
Thank you.
因主耶稣基督之名祈福你。请起吧。使你的子民不能够效法你的待人之道。
愿佢哋喺基督之代经历不易，以纯洁嘅良心作美好嘅见证，今生跟随你嘅圣旨，全心为人服务，唔系要求受人服务。我日喺天上同基督共享王权，因你嘅圣旨嚟到主耶稣基督，佢同你今生神嘅唯一天主永生。
受基督嘅福音，已经系基督嘅事情。请你注意，要信宣道者，你要信咗你所宣道嘅，要教导你所信嘅，要信你所教。而家真主教、相礼嘅主教同埋在场嘅司囊同埋执事，会同新州士互送平安，然后新州士同大家互送平安。愿主平安同你同在。
因为你知道我在讲很懂福音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Thank you.
祈求你赦免所有佢以色列人，使你能够享见你圣容嘅光辉。上主，我哋赦免人帮助人，希望唔得与天主之国共征平光华地下，是我哋天父嘅圣约撒，主圣中，中华主圣合真光，以达你国你所喜爱圣人，共同名神，并使我们接着你的圣旨，耶稣基督赞美你。
上主，我哋满座天上嘅圣灵，我哋恩赐我哋喺永远主救嘅工作上面，尽信能够做你忠实嘅仆人，宣播福音，分析圣事同埋实行爱德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同你父亲嘅祈祷。阿门。各位请坐，而家请三位新执事为大家讲几句说话。
是收回新執事，邀请大
我係主教嗰啲。第三位兄弟好開心啊！咁啊，今日有街坊，有豬爸爸執事，有豬仔仔執事。關國同聖堂啦，服務啦。梁執事就神執事，神執事咧 ，sorry， 神執事就會去食飯啦，係咪？執事咧，執事咧就會去主教座。三位執事咧都係年青嘅，咁我哋都要考慮，我哋香港教區係一個國際嘅好世界嘅一個城市，所以。當中我有我哋考慮嘅，當中我哋都會考慮會送佢去外地去傳一教，一個好世教會嘅一個精神嘅方法。咁所以第一聽佢呢個消息，大家好愕然，係咪出事啊？唔使擔心。第一個我哋都諗考慮緊嘅，咁我哋大家為你祈禱啦。佢哋我哋教區嘅執事，將來教區嘅神父。所以我可以講我哋嘅親身。聖子、聖神，降福大家。